阮经天身披战甲，手持大刀，接下来这场面有点怪。掌声送给阮将军。难得小天将军这么严肃，也忍不住偷笑。你觉得帅吗？这个古装造型？我不敢讲，但是我自己是蛮喜欢的。朋友怎么评价？他应该是觉得还可以，还行。第一次扮古装，广告里把沙漠当滑草场，小天坚持亲自上阵。好严吗？舒服，这个好。影帝只能苦中作乐，喝了一堆的沙。更辛苦的这段50公尺的距离，背后绑护具藏木板，几趟下来，小天似乎喝到傻了。整整5天在沙漠拍广告。问我们的那个保安大哥，他说，我说哎，对不起啊，今天冷不冷？然后他说哎，不冷。然后我们就很开心，穿着那个短裤，穿着夹脚拖鞋到了现场，就一路昏昏沉沉，睡到了现场之后下来发现，哎。什么零度？记者会也够炫，办在长城的居庸关，厚重戏服穿久了会闷热，头套的鬓角与长发汗流浃背，好险影帝有练过，没脱妆。壹电视吕云晨整理报道。